萝卜坡年平均降肥量20毫米，年最大蒸发量达到4429毫米，年平均气温在13.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46.4摄氏度，地表温度最高可达到60多摄氏度，所以在湖内形成了高浓度的卤水。因为气候、温度还有时间的关系，逐渐地形成了结晶，形成了盐粒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盐花。在罗布泊这个生命禁区内，也只有盐花是开得最为旺盛美丽的。